起的问题，想要请教吴助理。请多吉祥。在武林道上，你天山无主事迹非常的响亮，三出东门地气大名啊！你是武学界佼佼者，是武学四祖，但不知你的能力是否只局限在武功方面，对其他医学、命学、神学就一窍不通了。好，不敌明，只要我一滴火媳妇的雄魂就得碎，不必怪我破功了。请大会有穷小弟哦哦我想好了，我提名你今日我已是如何呢？今无古人，又无来者。既然有人用医学来苦，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向诸位介绍我近期所创作有段。来。一粒名叫亡命金丹，凡是服下这粒金丹的人，并已是在向死神挑战，是在玩弄自己的性命。不过注意，千万不可误认这粒金丹含有极毒。既然无毒，为什么服金丹的人有丧命之忧？点我必须改改善。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拢想吃过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的滋味。除此之外，咱人也经常为了生存而挣扎，为了生存而战斗。尤其是在武林道上打滚的人，强强反省的情形随时可见。服下这粒金丹之后，你的灵魂会带你回到过去的最危险的一处经历之中。想不知名，以最危险的经历，就是五虎桥之战。你跳到五虎桥被人搜救，所以今天才能在光明顶出现。但是第二次回到过去的险境之中，就未必有第一次的幸运。或许因此你死在过去。哦，真像真奇妙吗？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来吃苦吗？这，我来。我不相信世间上有这种物件。不知名啊，卖逞强啦！人一时之气，苦不必人心。讲出来都算为了，怎可再收回呢？不知名，想搞坏病情吧？现在后悔也来得及。金丹给我。武器兵，拿去。如果你有性命，麻烦你将你所看到一切，讲给众人知。无问题。
哎呦，是啦是啦。不知名啊，严金亮，伊现在要活哩。渐渐混乱，这表示的灵气渐渐失去。照这种情形看，伊无第二处幸运了。这小子跳了五虎九步戏，实在光明顶也是动摇。为天斩无状啊！不知名那是死，我老金都跟你拼。我管飞龙金毛铁，我死。喂，喂，飞龙金毛铁也袂顶呢。天斩无数，当量就将无限神龙显化，现金棍要一力一搞顶断。永无天心挪一定欢迎两人是严金棍，你的无天心非常厉害，点出来让众人见识见识，一走吹西路唐贵国，来来来，下雄贵心中，一笑一剑定胜利，无尽功名十五年。七万高，红都动无名，又是连场好戏。想必到你领兵王行出金地门，看你努力精进，想必是心中欢喜悲笑。不错，十五年来运气。就用杀刀将来活什么？刺客，刺客，刺客！武林中两名最厉害的角色，在光明顶回兵了。
这三道将也抹灭天斩无主的威名吗？功名顶，功名顶，功名顶上气魂金碧，万世公道要将积压十五年的婚期，以三道将来发泄了。将功夫真是必然难得一见。哎呦哎呦，这招多厉害咯！真的是你见机不改，赶紧大家都领你回现场啊！好戏没生小鬼呢，生命重要也是看好戏重要呢。我说我元帅公都发出第一将。天斩无主，急忙双手展开，两道飞天万里之气烧往，发出轰隆巨响，瞬间烟雾升顶了。哇啊！都死了，都死了！哦，死啊！气温激降，你两个抵挡得了吗？无问题。最后一道将兵是表示事情的结束。你是强兵进京重要部分哦。红都天斩，杨锦同时发出第三道将，修功之人将国民兵尽力了。天山无主也不准着当年的锐利，这十五年来你丝毫无进步，贪欲功利也无可能进步，因为你的组织只是如此的平庸。今天乱世公都在大将之前，公然向你挑衅。我今日已在三十天后，地点不归路，希望你唔通使我失望。也是我不行了，你是我和公主会算过结束，你休应再出路。为天山无数啊，不敌兵怎样办？
不知名怎样办呢？有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这也不能怪，是不知名自愿服下亡命金丹，一切后果也自行担当。阿弥陀佛，这个囡仔是来真爱天降，唉，先将伊身躯付回昏道山，一生一世全看伊造化咯。现真君照是命定，恁就陪欢喜佛回昏道山吧。这南宫宝人甲地藏大祖已经离开光明顶，我惊因的埋伏中途阻击欢喜佛，加害不知名。好，阮就陪欢喜佛走一撮昏道山。恁有恁的工作，我有我的无闲，各时各时咯。咱嘛该走咯，阿弥陀佛。